上心肠破碎，玩到一半的美，捍卫你的秘密花园，夜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总有人陪着你狂熬整夜，爱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也配送了一切超值千年的泪，痛太美，尽管再美味，也想尝人生最苦的萧敬腾的《王妃》呢首歌就是继《极速》之后我好想玩的歌，点解呢？因为拎起支电吉他唔争在教埋呢一首好 rock 好痕的歌。OK， 玩呢首歌特别的地方就是一个 F sharp minor 的 pentatonic scale。OK， 去到副歌都有一对 power chord 冇特别嘅，先睇开头第一个 F sharp minor power chord， 好简单啦，系咪？唔识嘅话睇翻我啲吉他系列啦。咁佢好简单，我哋玩一个 pentatonic 先，就是一手指、四手指、一手指、三。一三，OK， 將會整個 A 段和 intro bridge 都是會應用在一個 pentatonic scale 身上。開頭好簡單，睇譜望一望。一句句子就咁樣嘅啫 ，OK。咁但係留意一下就係咧，玩得好聽都幾難嘅。咁有時可能會加啲 harmonic 啊，有時會加啲喵線啦。譬如我開頭我開咁樣嘅喵線嘅，又可以係。給他，所以這個呢是不同程度的人就玩不同的聲音，你可以最簡單每下都是劈下去。OK， 每一次講玩這個 pentatonic scale 或者玩一些比較有 lead 的東西的時候，留意一下自己的手勢，左手的手指弓不要放高過 bridge 這個位置，放中間。咁你見到咧，我四隻手指盡量係偏向垂直嘅。OK， 嗱，唔好完全垂直，望下關節位啊，唔好完全垂直，偏向垂直嘅。咁呢個係最能夠令到你手指靈活嘅一個方法。好，跟住下一句。嗱，留意下每次撳嘅時候，所有手指都 keep 住保持大概嘅垂直嘅。OK， 咁你會發覺，喂，唔係喎，我咁樣就手啲喎，即係咁樣啲手指弓箍上嚟咧，咁你會發覺就係好大鑊啦。因為如果你譬如玩 power chord 嘅時候，你手指弓擺上嚟咧，食指會瞄唔到線喎，咁而家你個 power chord 就唔清啦。OK， 我 power chord 嘅時候，儘量一定都係咁樣玩嘅嘛，正常係咪？咁所以變咗就係，當我哋為咗轉換速度唔會變減慢嘅關係咧，所以我手指都保持住垂直嘅，同 power chord 嘅手勢一樣，同埋唔變嘅，而唔會變咗，唔會咁樣做嘅。OK， 明白？咁所以手勢係相當之重要嘅一個玩法，開頭就係咁簡單啊，即係佢成個 intro 就係。OK， 然後加多一句，冇難度嘅一條五線玩曬啦。OK， 跟住去到 A 段一模一樣嘅嘢。OK， 咁但係唯一留意嘅就係咧，越容易嘅嘢咧就越易出錯嘅。咁佢係咁重複呢幾句嘢啦，你要 keep 住彈啱啦，都相當之困難。咁唯一去到一個特別嘅地方咧，就去到一個 bridge 嘅位咧，我會加咗一下 harmonic 俾佢嘅。OK， 咁加咗邊度咧？就加咗去第三線、第三線嘅第四格，玩個 harmonic。OK， 咁點樣做一個下摩嚟做得好聽啲咧？咁你大概如果喺呢一格嘅話咧，我哋可以望一望下我支吉他啊，就係喺第一個 pickup 大概呢個位置落，就會做到下摩嚟個位置。
咁你支支吉他都唔同啦，大概你支 pickup 如果都好似我咁講咧，兩個 humbucker 咧都大概喺呢個位度，咁視乎你 pickup 本身擺喺邊個位，咁我就大概喺呢個位度走出到呢個聲啦 ，OK。OK， 明白咁呢個你可以試下，開頭 A 段就咁樣玩，咁其實你自己可能中意可以試下加多啲嘢，可以。你可以咁樣玩都得，咁隨你中意啦。練一個 pentatonic scale 亂料都可以嘅。記住睇咗我 pentatonic scale 嘅教學先 ，OK？ 去到副歌嘅部分相當之簡單，例牌成日用嘅 chord 第一個 F sharp minor， 你中意嘅可以玩翻呢一個。OK， 咁我中意咧就玩第五線嘅 F sharp minor， power chord， 跟住 D， 跟住 E， 跟住 A。A flat， 特登玩個 chromatic 俾佢，加埋一齊。OK， 八下八下嘅 one two three fou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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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e two three four。OK， 照睇譜咧，見到佢哋一個巴兩個 chord 嘅時候，咪四下四下咁彈咯。然後下一句 F sharp B D。然後 A F sharp minor， 照睇譜啦。OK， 都咁樣玩啫。呢首歌其實相當之容易嘅，係開頭可能你要睇份譜玩之外，後邊都可以試下玩。中意嘅話可以訂我頻道 at Facebook 都可以嘅。